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Oxygen 和大家见面了。今次真的要大家帮帮忙了，因为 Black Sheep Restaurant 在下星期一开始一连七日就会举行名为 Black Series 的餐厅周活动，我搞不到究竟应该去哪一间了。其实这个餐厅周活动在 Black Sheep 方面以体验价给大家享用环球的料理，从而等大家体验到它集团背后对餐饮的独特哲学啊。首届举办这个活动， Black Sheep 就将旗下分布在兰桂坊、苏豪区、湾仔和尖沙咀的18间餐厅，以优惠价推广遍布16个国家的特色美食。不知道大家又知不知道，其实 Black Sheep 旗下有几间餐厅平时是不接受订台服务的。不过大家有福了，例如大卖的妈妈椰菜猪肉饺子的厚利福，日式居酒屋 Fukuro、Lafange 等几间餐厅更破例接受2-6位的 booking， 等大家不用等餐饱，而是真正可以吃餐饱了。话明16种菜式，又怎可以不试下特别的呢？我就首先推介最近荣登亚洲50大最佳餐厅的新派法式餐厅 Belong 啦。他们的软炙烤走地鸡配法式青豆真的很正的，估不到青豆都可以这么好吃。而今年在多个大奖荣获为最佳新餐厅的印度餐厅 New Punjab Club 还会呈现黎佛烤鸡和很出名的羊肉香饭等等。其他特色食府还包括扒房 Buenos、拿波利薄饼店 Motorino 和黎巴嫩的餐厅 Maison 等等。是不是听见都很想吃呢？由于今次参加的餐厅就比较多，所以大家就要在网上揀翻 Black Series 的页面去预先 book 台，又或者透过他们的 App 落 order 都可以。不过温馨提示，记住看清楚餐牌先好订位，因为有些菜式在晚市又或者午市的限定来的。所以你说这么多这么正的餐厅真的怎么选呢？大家看中哪间的话，快点在留言讲下帮下我手。今集讲住这么多先，下集再见了。